来，我们老大哈，张，土地何时卖？好，我们那个是那时候还是新崇明哈。辛丑日，辛丑日。其实我们今天不干脆就直接从今天从土。那个卦已经出来了。所以哦，还是因为那个要取卦说。对。对对对对对。要还给这块地一个清白。辛丑年，辛丑月来。己卯日。己卯日。空，空完。生有。啊？生有。来。好，那我们己卯。己。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。好，我们的吉数是八三八。八。三八好，好，那我们第一个下爻，下爻，上爻，动爻，好，好，下爻是六啊，分六段，上面是啊这个离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卦是火地进。什么是火地进？来，班长，下面写火地进。好好好好，来，进，什么叫火地进？啊，上面是火，底下是地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太阳上山。太阳上山。啊，这是日升啊。哦，日升，进就是太阳，日头要爬山啊，就是进，哦，日头要爬山，哦，这进这个字就是，好像我都从口袋里面拿东西要呈现给你，然后越阳气越来越旺，越来越旺，哦，所以这个进有一个意思叫做进升，哎，阿亮。火进火就进升，像这个进升的情形之下，阳气越来越旺。对土地来讲，我光看到这个卦名，我会讲说：哎，你头被补霜呢，那就阳气越来越旺，这块地怎么样？有可能那个价值会提升哦。哦，这是第一个，光看到卦名就有这样的反应了哈、哦。好，那后龙正，后龙正吗？对。来啊、第二一六一后龙断还是后龙后龙后龙正龙坑断龙坑断龙坑断我、哦、这第二很重要哈、哦、一六一之十三地号来，火地进之什么？好吧，八动摇，八除以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动第二爻，有问题？动摇知道哈、哦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它这个卦是哪一个卦宫？啊、哦，火地进，你看啊，它这个卦。这个如果它变的话，所以这个卦啊，它是游魂卦，游魂啊，古代游魂卦，它的现况就是很尴尬，什么叫游魂？好像梦游一样，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，那个叫游魂卦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五爻变的时候。上下这两个卦刚好颠倒，刚好颠倒啊！那、哦、我们游魂卦是等于第七次卦，游魂卦啊，四爻在
存卦在哪里？存卦在第六爻。哦，好、哦，这叫一四卦、二四卦、三四卦、四四卦、五四卦、六四，由文归文。哦，所以我们四爻在第四爻啊、哦，一四、两四、三四、四四、五六，由文归文。要去我们理伦理哈，伦理哈，好，你看我，我们现在先把四爻先找出来啊。一四卦的一四存卦，一四两四三四五六，由文归文啊，四爻装四位，好，先把它记起来啊，来，存位，好，离卦子巳卯，卯丑亥，由未。好，动爻动成什么？动成坎卦，火水，火水哦，哎，火水未济，水火既济，火水未济。什么叫未济？有一句成语叫什么？未济于事物，未济于事。什么叫未济于事？火的气往上，水的气往下，两个不交汇。什么？火的气往上，水的气往下，两个没有交集，叫未济于事。不好，反而水火未济济。为什么？水在上，火在下，它反而会交流。虽然是相克，但是相克当中它会交流。哦，它会交流。什么交流？你光看那一堆火，水一过去，就变成水蒸气，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些作用。啊，你这个火往上，水往下，火水未济，就是气不相交。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我们各有功能，但是我们没有交集。他没有交集也会吵架，哦，就未济于事嘛。两个不会有合作关系，哦，就未济于事。所以火水未济，哦，你记得未济于事，进有进身之意。所以它的变卦，哦，我们牵卦是强迫中讲，一定要有变。这个变动之后，未济于事。哎，本来这个土地有晋升的功那个气哦，但是一变呢，好像这个晋升好像对买土地没有什么帮助啊。哦，可以用卦人的立场，就有这样的味道啊。哦，是这个晋升如果想在土地上面的话。我是说这个土地的价值呢，还是说我现在要给他的那个？好，你直接要看我们赌什么，何时卖，你就针对它的价值。以卜卦的目的，啊、哦，卜卦的目的，哎、嗯。那所以这晋升就是价格可以提升。价值，价值不一定是价格，对那个价格我没有办法延伸到价格去。对，价格这东西。有很大的变数，但价值不一样。对，价值，你光看另外一块地，都还说所谓的高铁用地了，那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价值，对吧？对，看你怎么去看了、啊。你如果说要缴税又不能善用，那这价值就不一样了。嗯，哦，对，啊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通常还是
阳气你就会晋升，你头会扑刷，就如同年轻人开始要出社会一样，只怕什么经验不足，不然的话相当有冲劲跟活力，哦，相当有冲劲跟活力。那变卦，这是现况，这是变故，变卦就是之后的演变的结果，哦，好。那我们对水的话，只是卯水寅辰为寅，卯辰。那我们这个卦呢，是是坤卦，坤卦。我看这是乾，乾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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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。乾风属金。哦，来金为土，来土来生金，父母啊来生我，来火来克金，官鬼土，土来生金，父母好卯，哦来金来克木财，来金金相挂兄弟，土来生金，父母来火来克金，官鬼。哇，他福财好几个，官富财，官富兄财，没有什么，缺子孙，所以我们要从存卦里面找子孙。乾卦宫，子是卯子丑寅辰未，子孙什么？金要来生水，哦，子孙，水。那你看，子是卯子丑寅辰未，子呢？就是子孙，啊，子孙就是子孙啊，所以这个要分啊，圈起来叫子孙，没有圈的就是我们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是要需要的子啊，子水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我们的用神沾土地。沾土地，哦，一般用神会怎么样？沾房子、沾土地，用神，哦，房子，哦，或土地，用神会用父母羊。但是你今天，哦，沾何时卖？何时卖？哦，这个东西变什么？沾何时卖？另外一个问题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哦，第三个就是好价格，有这样三个问题。那这个何时卖？还是一样用父母爻为用神，卖的价钱好不好？哦，卖的价钱好不好？不探奇吧，哦，就是有没有赚钱的意思嘛。价格好，当然是赚钱了。哦，反而就变成什么？这两个是什么？价钱好不好？哦，我今天这个东西卖的好不好？不管你是卖土地还是卖房。只要是有好价格，卖的好不好？哦，这个东西它反而会变成是财为用神，哦，财为用神。所以你要有看到价，我给小后，那就是有赚钱了，就变成财了。但是你今天你若何时卖，还有占土地房地的吉凶。都要以父母为用神，哦，懂吗？我们说我买这个房子好不好？沾吉凶，父母爻；何时卖，父母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针对这个物件来谈话，土地房屋就是父母，因为它是比你大的环境，你要受这个环境来照顾。但是卖的好不好，好价格。
因为何时卖也是在卖这个物件，物件就是父母。但是好价格越小货物，那就是财。我们赚钱嘛，有赚钱那叫价钱好啊，没有赚钱就是什么价钱不好，或者价赚的不多。好价格要看你的财运，哦，你的财运啊，所以这两个有差别哦。论断房子土地的吉凶，或者何时卖，他何时卖肯定是这个东西好不好，这个土地房子什么时候卖，他问的是标的。那标的呢就是你父母，价钱好不好，才能够赚钱，哦，有这样的差别哦，哦，有这三个问题。那我们今天是什么，当何时卖，所以我们用父母爻，我用神是没有问题的，哦，好，来，那我们的忌神找出来，忌神会影响这一块土地的好不好卖，就是何时卖，或者说他的吉凶。如果忌神旺，就表示这块土地是凶的，就是变没会有很多环境因素造成问题嘛。哦，所以说我们忌神是什么？忌神就是财，所以你看它这是一个对立状态，忌神反而是财。哎呀，好，那你看奇怪，为什么忌神是财呀？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你的土地，你要赚钱，肯定价位要高。那价位高反而不好卖，卖的时间会影响，或者这块土地有财的介入，有金钱的问题介入，我们啊，这个地方反而是是非之地。哦，这个钱财这个东西就是很黑，哦哦，但我们今天。你何时卖，如果忌神旺反而不好卖，会拖，哦，那这个时候要什么，何时卖或吉凶，要父母爻旺，旺的时间也就是何时卖的时间，他的旺何时卖，就是他这个地气旺不旺，哦，那我们看里面他伏藏的是子孙爻，子孙爻对这个土地来讲，父母爻会克子孙爻，所以这个是土地的价值就在这里，土地的价值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块土地我克者为财，土地的价值就是啊。子孙，我克土地，父母克子孙，价值在这里，哦，那相对你看哦，价值高，它会生财；价值怕伏藏，生不了财，生不了财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卦的状态来看看它的卦名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朝着伏藏啊。那就表示说这个土地好像有点起色哦，但是变成火水未济，这个起色对本身我来补这个卦没有很大的帮助，再而之土地的价值隐藏了，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被开发，它的价值隐藏，相对的另外一个条件我要生财，这个财无望，因为财忌神的元神伏藏，这个财不旺，但是这个财不旺，忌神既然不旺，土地呢，它就不会受到影响，哦，再而之，你看里面，这里有父母爻，这里有父母爻，而且官鬼又动出父母爻，火又来生土，这是相生，动出父母爻，哦。那我们再以日子里面看啊，木呢，啊，金来克木财，啊，在日子里面带财，啊，土来生金，啊，土来生金富，
在卦里面再看，哎，老大在补这个卦里面，这也父母爻，这也父母爻，这个父母爻，不要是讲也土地不加出来了，它不止一笔土地啊，好几笔啊，这就是一个好几笔啊。我可以讲说，这个应爻在这里的话，这就是他老婆这块土地啊，有可能好几笔土地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他的土地的地质地气是够旺的，哦，是够旺，所以用神旺，代表这个地它的价值，好，哦，你要产生的价值还是够的，只是什么？这个子孙爻土地价值目前是隐藏，以隐藏来讲，后来就变成说，如果这个土地被发现，那当然就是要子孙这个子爻有出伏。出伏之时，哦，哦，这个地价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断定说，在以月份来看的话，就是说农历十一月。那农历十一月呢，已经到了年底去了。农历十一月，地价值啊，土地价值比较明显，所以现在呢不明显，不明显。但土地本身的地气呢，地气你看哦，这里好几笔土地，目前未是出现两次，未是出现两次。所以表示它本身，而且呢，有一个现象，它本身月有来破，啊，月有来破，啊，这里呢，月有来破，相冲，只有土的相冲会越冲越旺，所以说。老大的这个卦体来看，他如果要让这个土地要运作得好，他要好几块土地的互相比较的推断，比如说两边要传来快几点，两边传来快几点，不能只谈一块。所以你看，哦，两边挖空空气，所以说他这个策略得气，他这个策略不止一块土地在谈，不止一块土地。他才能够把他的一个运作，哦，来提升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在这种所谓的月份啊，像我们现在用那个辛丑月，然后去对那个未的那个地支嘛，那我们是，因为地支是对地支，然后我们来做解释。那可是像天干的部分，就是来在做。什么样子相关的那个对应？好，我们卜卦还是以地支为显象。对，天干它只是气。对，它只是一个气。嗯，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卜卦里面，天干很少去论断，没什么作用。所以我们天干主要是把六兽起出来，它就停摆了，就不用，不用理它了。嗯。哦，因为地支才会冲来冲去的，对，天干都是合的，都是相生的，对，地支它才会有对冲，对，哎，哦，好，那我们这个一般来讲，月的冲破影响不大，日的冲破影响比较大，所以我们要看说目前这个卦。除了动第二爻，哦，除了动第二爻，有没有发现它冲谁？四爻，这个叫暗动，叫暗动。所以这个卦刚好四爻就是我们的主人，
它有暗斗。冲来逢合，就有可能会超作到这块土地。肚子也在按动啊，来，我休息一下，好，先休息一下。哦，你的肚子后面痛起来。先喝水。啊？先喝水。去厕所一下。哦。这也在按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话，这个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四月操作，它会小赔，没有很赚，甚至于说去运作这个土地来讲，我们会被扣什么一些有劫财，会扣一点钱去，啊，会扣一点钱，啊，那在我们这个辰酉合。辰酉合也是合化金局，辰酉合化金，水在水库里面也是闪闪发亮，所以合化金局，所以它这两个合都是劫财局。所以说你目前这个土地何时卖，我会跟你讲说早卖。啊、哦，早卖会扣钱，就是会另外会额外会多花一笔钱的、啊，啊、哦，那最晚也是秋天，因为这里暗斗，所以相对的何时卖，今年有机会。早晚都会卖，但是会扣钱，就是外了一了一款钱，啊，甲卖这个土地，那到底有没有赚？那要看你当时买多少了。哦，基本上来讲，我看这个卦跟上次那个我们取卦取错户来讲哦，以这个卦看起来，何时卖？早晚卖，早卖扣钱。那个晚卖的，哎呀，晚卖也赚不多。晚卖赚不多，也赚不多。晚卖好价钱。因为都是金局的、啊。啊，老师，如果说再等了几年，有没有这个有没有？对啊，再赚钱的。以目前来看的话，你要以长远来看，放长线，那我们就是要干嘛？因为这个白虎洞。它是大笔的，而且但问题这里不是钱啊。如果说你动白五是持财爻，我们刚才就说价钱好不好那是很好。问题是土地官鬼动白五，这个会牵扯到你要考虑到这里官福一动，可能有官非，所以你今天扣钱。
或赚不多，是不是因为有这些是非在而扣钱？就是会有一些官非，而且十百五，他不是口舌而已，因为他不是持朱雀，持朱雀是口舌，持白虎，他就是有很一拍两瞪眼的利害关系。所以我在推断说，拿到这块土地，应该是有一些技，当时在开发的时候有一些技术上的规避，要卖的时候可能会。啊，他价格谈好了，结果他说哦啊，可能怎样又怎样，有一些是非会挑出来，会产生一些争议，会有困难，会有困难。然后呢，因为主要会不会卖，肯定还是会卖，只是说要面对官非。但是这些官非有没有影响他的土地的状况，反而是好。让你要去学习到一个，因为这是生出它，火来生土，火来生土，它不是，它反而是旺那一块土地。所以说你变成说这个土地何时会卖，早晚卖，早晚卖。所以你只要有去操作，哦，你下个月就可能它。所以现在情形之下，会劝你真的要卖的话，其实不要拖，赶快去处理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是是非非，会让你学到一些东西。然后会不会让你的土地不好，反而会更好，反而有一些争议争论当中，它会反射出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，看似赔钱，其实是另外一个利益可能会浮现。哦，可能会浮现，哦，那你如果要放，至少要放到年底，就是农历的十月、十一月，至少要放到年底，那时候土地的价值又有另外一波。但是我不建议你就放着，你去操作，有买无买拢要紧，来你去操作，要早，建议早运作。哦，建议早运作，但早晚都会卖。我那上次一个取卦差那么多，早晚都会卖。那真正的土地的价值要到冬天、秋冬，它那个土地的那个价值，它才会价值才会出现。哦啊，但是你不是放到那个时候，你宁愿早去运作，它会跑出一些是非、官非出来，而这些事情会让土地呢。运作之后会让土地更旺盛。哦，你听我讲，你无去拜，我无啦。啊，就有点爱奇奇怪怪，但是这个是好事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卦来看，火地进，本来这个地气这一件事情本来它就有晋升的，晋升的状态。但是你不能等，你要先运作，学习里面的过程。学习到这个过程之后。看起来好像你撩急没，所以说你要感觉让人家觉得你是撩急没，赔钱卖的感觉，但是你要找到另外一个，刚刚撩急比起起，另外一个附加价值会让你得财，哦，而且这个卦你看本身财爻在日，财爻在日，温馨，但是他没有发动，他如果有发动。你的土地会被限制住，反而不好卖。财爻没有发动，没有发动，哦，没有发动，所以说忌神没有发动，它不会影响你的土地。如果今天这个忌神发动了，它就会这个土地就会被限制住，就会被限制住，反而不好卖。哦，它没有发动，所以说你目前这个情形之下。老师会建议你早点操作，然后让人家感觉就是小小阿梅撩起梅，但是不要真的弄到撩起。之后从当中会碰到一些哦行政上的啊，跟政府之间会有一些是非出来，啊，你还要去找什么？你要去怎样？
然后呢，这件事情去周旋之后，去政府机关去哦，去进出，你又会去发现另外一个土地的价值出现，哦，会又发现另外一个土地价值，哦，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所以说，你说何时？老师也可以讲，因为它本身跑出好几个因素，不会是一个点，它好几个点，好几个点就包括早卖也有可能，晚卖也有可能，但是最晚应该就是赔钱卖，就是感觉赔钱卖就是七八月，熊卖了，哦，那你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卖掉，哦，我再看是会卖，你有操作的话一定卖。哦，因为目前你这边也按动，哦，或许你是不是可能会因为这个卦里面看土地不止一股，所以你要声东击西的操作法，不要每一地去换一地，还是讲不比买房地换来换去哈，会有一种循环操作的这样一个味道出现，哦。再来是反正暗动是欢喜，哦，啊，其实呢，土地就要让人家觉得你是赔钱卖，人家反而买得快，你懂吗？啊，你不要这个操作到赔很多，也没必要，因为了解协议的工作，哦，哦，所以说这个卦以目前我们取卦取对了，哦，你赶快去操作，是，好，哦，是有可能。所以说早晚都还是要卖这个，但是会重点在哪？重点在你的过程，你的过程就是去政府办啊，或者在操作这个土地的过程，会因为一些是非，让你学到一些东西，让你的土地又更有价值，哦，会有这样的过程。所以你的重点，我何时卖土地，其实已经不在何时是重点，是什么时候操作是重点。那个老师那个操作的方案，你的操作是，因为你这个卦里面土地因素它有好几个，而且对冲对冲去，所以老师在判断，啊，哦，然后在判断你操作这个土地，它不是一单笔在操作，它是好几笔，所以说你要带人家去看人家干嘛，就是传来看一点，多传来看一点。都才看一点，不是讲看钱。啊，叫人去比较。哎，要你比较，要比较，哎，是这样的。啊，咱这地五百万，啊，边啊迄地嘛五百万，迄地条件啊，都好过较无好。你说你讲后边迄地？哎呀，你譬如是讲啊，哦，咱遐是两地哦，地五百、二百，啊，但伊若要看到五百，啊，隔壁迄地嘛要卖你六百，六百条件讲起咱五百，好也差不多。哎，感觉就是敢那啲了钱，感觉，嘿，啊，得到这样的好运，哦，所以说是，哦，晚卖也赚不多了，啊，所以讲重点啊，你到底想不想卖是重点，啊，不要以什么，不要以要赚多少为，早卖也那个的赔不多了嘛，哎呀，早卖就是扣一点钱呐，啊，板下扣一点钱，啊，晚卖也赚不多了。那，啊，如果说今年没卖，以后会可能卖有这个比较好的利润吗？有这个地，它基本上来讲，未来它的增值空间还是有。我们看它这个变卦是活水未济，也可以讲说，你今天即使你卖的土地说在，也没有真正处理到你想要的答案的问题啊。啊，雷锋，这个你好像我这个土地卖掉了，你也。没有很有感受说我卖土地有什么，有对你有什么帮助的？很欢喜的，哎，他是欢喜的，他是欢喜。他讲我喜欢买五百左右。其实要卖的人是那个的我太太。哦。我不要。对啦，啊，等于讲对你来讲是，啊，就袂使跟他讲，啊，我到土地我就袂看卖，袂使迄真正。看的过程，你这个叫赚过程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赚那个去操作的过程。我是该讲咱移民啊，咱免紧张啊。好，还有会交到朋友，有兄弟啊，就是交朋友，会交到朋友啊，还比你赚钱更好，虽然干嘛东西开钱啊，
哦，但是你本来四爻已经持兄弟了，哦，四爻已经持兄弟了，而且主要是卦中有财，并不是没有财，啊，所以讲基本上是身躯无大钱啊，但是财产拢要伫个，财产拢要伫个，所以你基本上来讲是没有缺钱，只是身上没有很多钱，无空钱啦，没啦。啊，你老爸是加一块现金转来，你讲也没有说让你有多赚钱的味道。哦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老师会认为说，你既然补了卦，你就要经过这个过程去操作一下，学习过程，而不用太在乎结果。哦，啊，也操作。哦，你赚这个过程，赚这个过程。老师，如果说我们今年来操作，我们来看我们来操作，即使没有卖掉，啊，再过几年有没有卖，有没有利润，有没有怎么样？以目前我来看，这个土地它的交换率哦，冲来冲去，你或许你列，我说一窟换一窟啦，你比如讲，也不是说真的为了只是卖而已，因为会交换来交换去的，哦，这里冲又缝合，这里动出来又跟你合，所以说你可能会，哦，卖这一块换那一块，有这样的几率，这个几率蛮高的。所以说你虽然是问何时卖，随时都可以卖，价格不要太硬，马上卖。但是卖，你就是嘛，想讲要过去换要换多一点，不是为了卖是重点，而是我想可能都钱也厉害，我来过来过去买，超过来超过。问题是，扩容苗栗，苗栗是1000坪，换回新北变成100坪啊。换呢？换几间屋哦？伊个我有去看着讲，咱迄间正常花园无？哎呀，迄个山顶买牛哦，啊斜坡呀，条件搁比咱遐搁摆足多，啊，是我们那个货农的十倍价钱，假期啊。你讲英哥？哎呀，关键有两个人，伊个孙膑又去哩啊。好，我们留在身上。那个地力不好吗？对对对。那个腹地，英哥最差的腹地少。都是山啊，70%都是山。老师，可是为什么说啊，他都要买山的土地？啊，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他可以去买房子啊，可以买店面。占有欲啊，占有欲。比如我北边这几，我底下是几片，你家的底下，这是占有欲问题。啊，这几年经验啊，我有些太太，我太太不用去广东，不用去亚洲买。500万、800万，我是讲过，啊，这500万啊，去年啊，去两年就该买800万啊，好，哦，啊，过两天，我过一个礼拜，迄个小姐佫介绍，哦，顶款呢，1844444。以土地开发来讲，本来开发的人他就是赚一个工钱的那个差价，是工钱跟差价，差价是重点啊，差价，工钱是他开发的费用啊。那个差价重点，比如讲我这土地，我买5000，我少少的我卖2万，白白一平了，差不多他至少要有这样的比例，他才算是可以的。买5000卖2万，因为最低1万。最土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不是有未来的发展性，然后它适用于他这个人在经营的时候，这个土地的时候他需。你知道土地的发展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道路。对啊，对，关键在道路，那个道路要能够去到哪，回来到哪，不是到了那没有了，路到哪里就停了，那里是没有发展。对啊，有路才会有发展。是，哎，哦，所以说我那英哥上次那一个孙膑庙说没有发展的，就到那边停了，就走到底了。好，老大那个地也是啊，除非那边以后开一条路下去。对。一样
就是阮住的所在。嘿，有讲几多块？哦，几多块？恁拢有，恁拢有机会啦。我知啦，咱去遐办的是办金蕉遐啦。办我们八蕉遐。哎，办八蕉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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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口。下口。对啊，所以去遐，迄地好卖。啊，看好卖，看怎么谈。啊，看怎么谈。哎，这阵经理个，阿哥在搞。而且会交到朋友，反正就是底下的人甲你买。你操作啊，人会甲你讲，人会来催你啊，就是人家会来找你啊，会来找。啊，这么近。你都，都无我这么卖，人会来催你讲啊。那今年。你去逐看卖，看有这种门无？我今年我卖压三年来，我连过都卖出去。你最近是操作人来催你啊？你都最近啊，放风声也是讲挂风要卖啊，都挂了啊操作。这台是后过三月吧，农历三月、四月就在操作了。这个月、下个月先要等一下，毛病啊，这个月、下个月不等一下，哎，农历三月、四月啊，来操作。意思就是，人家来找你讲，因为这个来暗讲是从外面日子来冲你，暗动，这里自己动又动来合，动好不好？冲合逢合。毕业，冲就是两个车力，又缝合就会有一个结果，好不行。哦，所以像这种卦呢，冲和缝合，哦，这里冲和缝合，冲，哦，这里又动出来六合，从三合变六合，哦，所以老师才会想说，从三合变六合，它就是一定是声东击西操作，会有一些合作因素。合作因素产生，所以说你就是三月四月，哦，三月四月这样操作，你可能操作不止一笔了，会好几笔连带关系，啊，定传去看送啥，你要开始运作，有搞不好当地的跟你买，啊，来交朋友，好，四爻辞兄弟，不要想赚钱的事，交朋友。因为你交到这种朋友，朋友会甲你去补，去写，你们又玩在一起了。好玩就在过程，享受过程。你到尾就拢甲遐爱生好地的人哦，啊，你来挖地遐挖地啊，啊，享受过程。重点反而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，赚不赚的问题，重点就在于享受过程，交朋友。好，我们把主流抓回来交朋友，哎，交朋友，哦，卖土地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无畏惧于事，等到你要享受过程，交朋友，可能碰到一点是非，但是它会帮助你的土地更旺盛，哦，所以这个话有意思哦，哎，都没赚钱啊，赚钱不能当重点啊，你赚不了多少钱，都畏惧于事，不好。就是你们那些多认识那些一样要玩土地的来玩交朋友，哦，所以我们就讲已经影射到卖不卖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去操作的过程，因为反正也不会赚很多钱，然后这就好像就是说我不缺钱，但是我去博把家手气一下，享受那个玩乐，享受玩乐过程。啊，带人来看地，啊，反正我都有啊，也无欠钱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真正缘分啊。那既然交朋友，就是爱缘分啊，去安尼。哦，以后你就会跟一志同道合的人在那边互动，享受过程交朋友。反而卖不卖，何时卖，未计于事啊，不是你最喜欢的。你想卖什么？但你去操作，享受那个过程。享受那一个，哦，当地的土地运作，高朋友的对吧？兄弟要动，就是交朋友，哦，啊会花点小钱，高朋友本来就爱开了，急着做人，难得做事了，哦是安尼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卦，哦，你说何时卖？好，我们来找一下卦那个卦身，啊，哦，卦身，啊，等一下再找一个贵人，哦，来卦身四爻是。阳的，哦，五味生油，好不好？
子丑寅卯啊，卦身在哪？卦身，卦身可能就是忌神呢，就是讲，让你会卦身，如果它有引动的话，哦，其实以这个卦身来看，你也有可能享受的过程之后，你还是在原地，因为你还是保留那个财产，因为这个卦身如果被冲动，啊、哦，这样按动下去之后，有可能你又有点不想卖，哎。会自己会产生哎，或者保值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说你去操作，哦，那个挂身就是财，到尾来的时候啦，无赚钱时就嘛无一定爱卖，啊，有啊，有人要甲你买啊，是看你要卖无啊，啊，到尾来你反正啊无财，反正也无卖啊，哦，就挂身，哦，那我们看一下四身在哪里，哦，四身，四爻是有。四爻的身体在哪里？这是头，它的身体在哪里？有，我们就从一二三四五六六爻，十五啊，五位身有卧，四身就在这里。桃花行故弄之间，所以说你看，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交朋友，享受过程，反而是这一个卦的重点，不在于什么。卖不卖？因为卖了有危机意识的，嘛无啥物感觉。哦，就享受过程，你就去啊办红车交朋友，这反而是你会开心的事情。留人家电话或干嘛呢？哦，交朋友，哦，卖不是重点，哦，但是你要享受过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贵人，贵人啊，贵人。甲戊跟女儿乙己属猴相，属猴。属是水，猴是生，哦，这个卦里底表面看起来无啥贵人呐，无人甲你报，你都要的就直接跟你碰面接触的这样，无人会甲你介绍，所以你就基本上就是哎，看怎么放风声啊，然后有的话就可能你还甲人家做些小工作才好多，你无贵人甲你斗上，你可能都要自己面对。哦，都要自己面对。哦，啊，在四爻辞兄弟，也表示我们是在跟情分者。哦，哎，都靠边开始，下面让他靠开边，什么都要靠我自己，哦，靠我自己，靠我自己。好，还要这个卦就是这样的启示。好，哦，来。那你说这个今晚接通各位，换了一个地窖，哦，会呼了啊，对，换了一个地窖来，有点快，啊，